最多4-1，中国球员都这样，软弱。中国球员，我觉得像施教辉那样啊，像赵新同那样，敢打敢拼，我觉得还能拼出一点机会。上方的红球，把它打上来。对，很好的一个防守。昊天沉底防守，看看这个中袋，热球啊，感觉可以打。那就蓝球吧。黑球下方这种球应该也是有的，那这个局面总体来看还不错。去，走多了一点点啊，不然的话这球可以叫黑球，直接右击黑球，多好。粉球黑球怎么选？3-0摆球吧，那么快摆球吗？哎，好球，黑球能够处理出来了，这才刚刚上手啊，又叫摆球了。这个局面还没打开，打开了局面看看再说。这个红球堆的还在。好，又举黑球。这边是叫的粉球啊，有被替蛋蛋，这个状态的话，刘昊天这个状态的话，也有可能是个蛋蛋。
耶，这杆配球还不错，还得再 K 啊，这个局面还得再 K。不过现在已经是挺散了，这个球队再 K 的话会更散，那就更容易出机会。好，角度出来了，K 球呗。这么好一个角度不 K 球吗？K 球啊！对，杀第一杆。炸球队，中单还有，吕浩天打得太臭了，哎，确实啊。确实打得有点。有点烂，红 K 红，来打红球。K 球队，看这杆 K 球怎么样？哎，不错，好球啊！好球啊！这角度刚好可以叫上方的红球。吕浩天轻敌了。红球队下方红球，这球也是有单杀的。目前有3颗好打的红球，打掉这3颗，台面上还有67，那超不了分啊，超不了分。李昊天不适合打台球。昊天人家排名35，年薪百万不成问题，混个生活。哎，这么大一个角度，那就来 K 球队了。单叫的话，距离会比较远。左球也行，或者你顶最左边的红球也行。嗯，选择顶最左边的红球，那就出来了。粉球下方的红球也有啊，现在左边中袋、右边中袋也有，这3个红球拿下。那就超分，3-0。可以摆了，哎呀，可以摆了啊！这局的话，局面出来了。
聊天废了。这跟周杰伦有区别吗？哎，真的有区别哦，人家周杰伦是晋级了不？怎么说人家周杰伦晋级到32强了不？怎么说人家也是赢球了不？内容好像有一杆破百，最后一局，是吧？最后一局破百了，人家周杰伦画了一个完美句号。好，3-0。内容的话，周杰伦那边第二局也不错，打出个单杆制胜。